房间，无法逃避，也无法整理我们的关系。墙上的大头贴，小小的你一张脸，笑起来的样子更特别，紧靠我身边。你在电话里的声音，说不出的原因，让我好怀疑。你在哪里，我就快看不先听没了底，一个人不像从前，好像不过才过三两天，没你好想念。你在电话里的语气，乱糟糟的情绪，叫我好担心。告诉我说，我们不能再一起，我先。